OWCP 火热开战，记者陈耀宗社。记者陈耀宗台北报道，斗阵特工太平洋职业竞技赛 OCWP 本周于暴雪电竞馆盛大展开，本24日适逢假日，现场座位也被热情的民众坐满七成位，每每有选手每季施展都可听到满场欢呼声，加上首场出战的泰国队伍 BZA 只要有一波成功攻势就会集体欢呼，更是炒热现场气氛。香港战队和记者陈耀宗社，泰国战队 BZA 记者陈耀宗社。本日也是 OWCP 首个假日场次，官方也举办元世主题日，只是入场粉丝与现场具有元世氛围的物件或道具拍照打卡上传，就可获得精致小礼。现场也有外国粉丝入场为新系战队加油，更拿着现场提供的画板画出 BZA logo， 十分有爱。现场观众记者陈耀宗社。原是 coser 记者陈耀宗社，原是 coser 记者陈耀宗社，现场原是神元道具记者陈耀宗社，粉丝画作记者陈耀宗社，粉丝画出 BZA 战队 logo 记者陈耀宗社。本日一共有三组对战组合，首场和稍早以3-1击败 BZA 收下本季首胜，接下来则是台湾战队 M17 要出战南韩大魔王 Detonator KR， 最后一场则是日本战队 Yoshimoto Encounter 对上泰国战队 Xavier Esports。